招委的选举的部分。是，请说。因为教文跟卫环的部分，目前蓝绿是人数相当，那民众可能到时候会是或者表决的时候会是关键的一席。双招委怎么会是关键一席？如果说之后如果委员会里面单招委才会关键一席啊。委员，我说以后委员会里面如果要表决的话，其实，在很多委员会都是这样。你看，司法法制是三个人，国民党六个，民进党六个，台湾民众哪一个？所以不止你刚刚讲的那些啊，你只要是，其实不管是单数双数的，每一个委员会，台湾民众党都是关键的一票。那会以此来跟蓝绿谈一些招委上面的合作吗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现在是双招委制度，双招委制度是每一个委员会有两个招委。对，我是说会以此来跟某一方谈，说也许某一些委员会可以礼让给民众党。没有啦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关心的还是改革法案，改革法案有共识，赶快通过，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。我跟大家协商，就是民众党这边态度是明天希望可以实案报告。我想哦，我们向来态度啊，就是希望说能够增加立法院监督的能量嘛，那所以能够加开一天院会是最好的，那不过就被民主进步党杯葛嘛，把我们的提案拉协商了嘛。那所以才会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。不是要前说你前面那个协商的单子啊，很多错误的地方。他说资料姐姐要教你议事规则。我这样讲好了啦，吼，最近民主进步党党团的干部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人身攻击，为了朝野的和谐，其实我不太想多说什么，但是真的要讲到议事规则。上一次在党团协商的时候，请问是哪两位说没有在礼拜三增加开院会的潜力？不正就是柯建铭跟吴思瑶吗？例子这么多，讲那些话吼，对于真正改革法案的推动一点帮助都没有，所以我实在不太想继续跟他们浪费口水在这种事情上。